南里茶道国宝单位文化联盟暨学术研讨会开幕。南里茶道国宝单位文化联盟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，晋商博物院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、关帝庙博物馆牵头，来自山西、河南、江西等八省的晋商博物院、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等21家万里茶道沿线国宝单位，以及山西财经大学等高等院校共同发起成立。联盟旨在充分发掘整理以晋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团结万里茶道沿线国宝单位，梳理历史脉络，挖掘时代价值，促进万里茶道沿线国宝单位发展繁荣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。